祈愿所有众生听经闻法，至尊佛道，自此入洞救法之道，会用的无难成就，顺利万万呐！按照航海图来看，当初应该就伫咧不远之处，只是这片风雨，你也注视伊个方向，所以看袂到要安怎靠岸。既然如此，想办法，何顺继续航行啊！这好，既然如此，来人啊，就遵守所有无需要的物件，以及过重的石牛饮水。全部担入去大海。是。主要，谢你，谢你，卡谢你了。这边，谢你。是带动，也是救救。这行程实在太过惊险，犹如一场噩梦啊！按照航海图，咱应该是到带动啊。嗯，为求实着，前面一通晓汉文，已经到附近去探问了。
好梦恶梦，拢有梦醒的一天啊！大家都赶紧提起精神来啊！是啦，大人，我看咱还是赶紧找一个会当安顿众人的所在呀！是。那边有人过来，看因的清查，敢那无参像是五条的主民呐、啊。我来去问看卖。好。请问，您是什么人啊？啊，请问，这是？这在杭州啊。杭州，哎呀！天机动意，心感叹他乡异事在你间。古船离航，音信断，如今可换梦中安。咱到大同路，听这个口音吼，啊，看这个警察，啊，恁是日本来的吼？啊，是啦，真歹势，是我一时受过欢喜，让我重新介绍，阮是日本来的遣唐使。遣唐使。哦，我知影啦，恁若是要来取经，会用去开元寺问看卖啊。开元寺是？是阮遮上大间的寺院啦，啊，为遮去差不多半个月就当到位啊。嗯。一国招关系。开元寺是在何处呢？啊，我摕地图你看啦。来来，咱这位家哦，就伫啊家啦。今嘛伫家。嘿啦，啊这条路安尼。哦，家啦。你看，哦。啊，开元寺。相思啊，往来百姓讲是思念，天下情义上点不断，任何国家苦一百难啊。恁甲看啦，啊那照安尼行吼，足好找啦。多谢李威师父，太真面回来，咱就会当起程咯。对啦，袂记哩甲恁讲，最近山贼海贼真济，千万爱细腻啊！多谢提醒，阮会注意呀。
文化，确实是博大精深嘛。是啊，算来咱的挂单不够数量，也已经学了真多啊。听说的最近要有法师要来教授释谈翻译啊。但是咱的道德尚未核准，主持就予咱带在室内，敢讲袂予本地官员刁难心？这开元是皇上亲自贴封的关系，除了上京受刑以及办法会以外，接待外国青团也是很重要的代志。两位地方官员，因是好的上台这事啊。我看，这道德应该是伫半途耽误，应该是无问题啊。要动土了看。也未时候，咱嘛就要好好啊修行，千万不可太大呀。是。哦，素琪，素琪个人又是欢迎。无妨，最近会有一位宗瑞法师为长安回来，我专工请伊来传授释谈翻译，到时恁可以向伊好好请教啊。多谢主持。但不知诸位在日本可有学过释谈翻译呢？这。最近文书有教导，但是阮学艺不精，所得有限，烦请主持开示。开示不敢，咱互相研究啊。伫宗瑞法师到位之前，我先来说明释谈翻译的写法，烦请诸位多多指教啊。多谢主持，为情为孝，今准备文房四宝。是。来，请。叫做名鼎，所有的释谈翻译拢是为这点开始。
原来大同的政将对于范文的掌握能力，也有如此的造化。嗯，所以唔只会派咱来学习，学习大同佛教的精华。是啊，咱拢来好好啊练啦。是。这的破壁是老衲亲手所做，就送予恁好好练习。多谢主持。是将伊会当求闻到法华之教，所以有者动胎法界幻化，至今也阁未当离开右手，所以这该如何是好呢？关林，哦，师兄，你咧写日记啊？是啊，打了你咯。哦，武红，武红啊，唔知咱的道爹何时才会当发红啊？东土入定，咱不得不遵。如今被困在开元寺。贵属弟弟不能合言，实在是愧对牺牲性命的尊严呐、啊。这也非咱所愿呐、啊，耐心等待，一定有机会上天大赏的。嗯，我时时写日记，除了记录立冬救法的见闻，其实。我嘛是伫咧警惕自己，千万爱以众生的性命为重，为念啊！你我归西故乡天。是好情，可惜又错得为宿命，思念终生如一。
千冬在世是良人，但他爱死的无穷尽，虽然安在寒干，就连做开关时也是机缘安排呀、啊，咱的尊者在欢喜苦闷的时阵，也拄好遇到开元寺的信徒，在附近做买卖，才来解救咱呐、啊。因正咱挂单开元寺呀，是呀、啊，也是开元寺助持慈悲，伊愿意收留咱。要那无，这半年来，咱可能拢爱餐风露宿咯。师傅，师傅，李伟大人，我甲锦敏进来交了咯。大人，恁敢有什么新的消息是？因为阮的贵所已经核准，作为天童素集团，不日便要前往长安。拜见大同的皇帝。那安尼，咱行过各关卡的贵所大殿，是何时才会当签发啦？这我嘛唔知影。我若赶到京城，会向大同的皇帝提起这件代志。但是，伫咧这段时间内，咱。嘛袂用个一直伫遮教了主持啊！哎呀，时间有限，身负重任，咱应该都要赶紧启程才是啊。但是这贵所必要之事，咱必须对我有所行动。这大叔。应该不是要冒犯大同的国法啊？我要哪会去做犯法之事呢？今年的概论包括国法，若是冒犯国法，这就是犯戒呀。那安尼法师，你所谓的行动是？当然是我亲自去找这道赛。请伊合法过数啊！以良行寺的主持受书一封，安排诸位先去良行寺挂单，等候李相爷到位，听伊发放过数，助恁早日前往天台山。太好了，别飞，相爷已经看过了。这是恁的贵所道店，唔好怨念去天台山，除了内涵问题，敢有其他原因？是不是会当再念一处啊？这我也讲袂清楚原因，但是再念是无可能咯。